Life 大头条，今晚抢先报，欢迎收看8月29号星期三的苹果娱乐新闻。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是我们一周年的生日。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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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一周年生日一定要放这个音乐啊，这个。啊！放错！对不起。耶！不过呢，今天虽然是生日，我没有忘记哦，因为今天要送出倒数第三张的台北曼谷的来回机票。是，我们苹果一直有大礼，对，一直有大礼。不过也有很重要的这个资讯要告诉大家，对不对？是的，我们苹果娱乐新闻呢，还有苹果娱乐一周，在9月1号起呢，就会在一电视综合台，还有一电视官网的 Live 播出哦。对，因为一电视官网 Live 播出非常方便，你用手机登入啊，然后直接在那里按 Play， 你就可以现场每天的这样的这个时间，然后10点到11点看到我们 Live 的娱乐新闻的播出。但娱乐一周呢是8点到9点的播出啦，然后希望大家这任何的资讯呢可以查询一下，然后可以上我们的粉丝专页，然后可以打电话到一电。是来了解一下，没错。那今天呢，各位，为什么刚刚现场声音那么大声？因为我们欢迎到几位幸运的 fans 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过生日。真的，而且第一次我们演唱会两个是坐着，有没有？有点奇怪了。可是今天很多人知道，来自各个地方啊，又来自后里很远的地方，台北的朋友啊，但每个人是胸前对都有贴上他跟苹果娱乐新闻有关的照片哦。没错，是他们当初参加活动跟苹果的合照。你看那个辛蒂琳有跟我的合照，然后还有那个蔡文伟，他手上拿心如，但是跟慢慢的合照。哎，你看第一个导播，真的。哎，干嘛遮住？干嘛遮住？来，麦克风给他。快点，我要吃醋了。我现在问你，今天就给我讲清楚，你要选谁？心如。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是喜欢他。那如果今天坐我旁边是曼曼，你会说谁？心如。哎哎，太感人了。谢谢。待会到节目最后有机会，我一定让心如下去跟你抱一下，好不好？但下次那照片要贴对啊、哦，不然我以为你是刘天生嘞。那是慢慢的 fans， 好不好？他不是已经拿走我们那个月老那个，已经带走了。哦，对对对，他搞不好跟慢慢一人拿一个哈、哦。那今天大家跟我们一起 live 的感觉，会不会紧张？这位拿麦克风的，好紧张，好紧张。第一次录影，讲一下心情怎么样？心情，我们也是第一次开放。我从昨天知道自己能来就很紧张。是不是？嗯，所以今天来到这里，希望你可以一起跟我们。你待会要不要上主播台播报一下？不要了，不要了，快吓死了，好不好？好，今天来参与一周年的生日，因为其实时间过很快。你看，去年8月29，对，我们还一起第一次哎。对，所有人，然后陈奕迅也来我们节目。对，然后想说，天哪，这个节目到底能撑多久啊？不是，对啊，撑到现在剩我们两个。是啊，没有哎，其他人还在，你不要乱讲好不好？开玩笑的。好，来看一下这么重要的日子啊！听说我们有请到韩国的巨星、美国的巨星以及香港的剧情来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为我们庆生，好不好？来看一下8月29号的明星 birthday。哇，我们真的太与有荣焉，你知道吗？特别瞧到这三位巨星来庆祝我们生日，节目好大牌啊！对，那原本其实要找他们拍 VCR 啦，但因为 Michael 不方便嘛，我想说你要吓死我，吓到你！哦，现在刚好7月，有没有？还没关，七月鬼门开。好，但这个不是重点啊，重点是我们生日啊，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也祝他们生日快乐。是的，但是除了巨星呢，我们也请到一位很可爱，最近在网络爆红的巧巧。对，他真的是特别把他瞧来，有没有？瞧来是不是？而且他这个到底？他录的这段影片好不好翘呢？我们来看一下，巧巧祝我们娱乐新闻生日快乐哦 ！Action！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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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娱乐生日希望生日快乐卡。我头好晕哦！哎，好可爱哦！我跟巧巧同步，我大概才第6下我就快晕了。No. 小朋友真的很累，而且最厉害。你没练过，还有练过？没有，他爸爸超厉害，他头发吹得好。因为通常你知道，那个摇一摇，那个什么刘海的人就会变成中分，有没有？跟你讲，我还发现他刚窗帘从头到尾没有开过。窗帘，我跟你说，我还发现他一个很厉害的。是什么厉害？他可以嘴巴唱一个节奏，然后手拍一个节奏，然后还可以很准。哦，完全不一样，猜神经。超厉害。他搞不好也可以打鼓，有没有？好厉害呀、哦！是，那谢谢巧巧啦，希望巧巧可以更多的影片，他爸爸可以把更可爱的他呢拍给大家看。谢谢你的祝福。谢谢。首先呢，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全天候狗仔队，这次呢、拍到了阿 Ken 跟谁？安心呀、安心呀，你怎么想不开？而且呢，之前呢，就是他们两个交往了7个月，然后女生被狠甩，现在呢，听说我们的宅男女神被带回家了。嗯，不过阿 Ken 是个有才华的人，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应该不是真的吧？很多人心碎了。
你们刚才看到重点了没？怎样？他说你们的关系是，他说同事，嗯，同事对不对？大家觉得好像是就是很正常一起在工作嘛，对不对？当然，同处一室也是同事。阿 Ken 不是阿 Ken， 觉得阿 Ken 是个才华洋溢的人，他埋伏笔。到时候如果真对真的他们在一起，他们说哦，我没说谎啊，我说同事啊，同处一室啊，对不对？真的耶，阿 Ken 有多贼？但这个一切的重点结论下来就是一句话了。什么？纳豆你输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读苹果 News， 看一下九令最近大艺术家发片嘛，对不对？听说他最想说的是 Aloha。哦 ，Why？你看前辈就是前辈、嗯、完全知道无声胜有声，记者访问不下去，对对不对？听到了吗？对，有时候你知道遇到这种比较厉害艺人的要继续加油，不要怕，冒险泛滥精神继续问下去好不好？我问过啊，我懂，我懂那种感受，你不要这样。那到最后结果是什么？结果就自己自嗨啊，自己自嗨，自己要 ending 很辛苦，对不对？一定要，这就是我们主持人的工作、哦。也对，那也希望蔡依林感情可以顺利啦，希望大家支持大艺术家这张专辑。是的，讲完蔡依林，来听听看杨丞琳。刚刚的画面好像六位受刑犯一样，真的，我们待会要审问他。现在我们再给你机会，待会镜头跳过去，你们要开心点哈、哦，来三二一。这才对嘛！下一个到你了，到你了，到你了！笑！来一个最嗨的！好了，不要再整他们了。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陈琳跟热狗第一次合作，而且献出他的 rap。有，我说热狗兄啊，看来 Hit FM 以后的节目名单应该不会有你了。特别请他去有没有了？还被他刁了一下，对。不过这样知道，最近其实很多艺人都还蛮敢讲话的，嗯，对不对？所以热狗讲这个还 OK 啦，总比在脸书上乱骂人好。哦，对，是的，是的，是比较正常一点。那刚刚看完美女，接下来看帅哥。言承旭呢，为那个名表的在新开的店呢来剪彩，听说他现场小露了一下英文哦，他第一次讲英文吗？是第一次啊，会不会只是 How are you 之类的？听看看。哎呦，但很好奇，不过刚刚那记者也太酷了吧！因为通常公关或经纪人会说，不好意思，不要问这次跟这次活动无关的问题，这样。对，然后就当掉了。但经纪人竟然直接回答说，哦，他必须回答。这样比较他有想要回答、啊。对，他想要回答，然后比如经纪人要挡掉说，哎，这个、不好意思，不要问新武这样的问题，好不好？然后以后记者又说不可以。不好意思啊，不行，那要是你遇到这个状况，你会怎么样？然后说，哦，那我们记者会结束了，我不走。记者在转那去拿麦克风，你怎么办？你也只能讲啦，对不对？然后经纪人说：“哎，不好意思，你不要这样好不好？你不要碰我。”你最好是最好是记者要大胆一点好不好？我们苹果娱乐新闻，苹果的记者呢就是冒险泛滥，这是第一个先冲了再说。对，是不是还是小心一点啦，不要说我教你的哦。好了，我们看另外一位帅哥、嗯，就是我们中国第一小生黄晓明，他的副业呢做得沸沸扬扬，你知道？他投资了你知道饭店、红酒，然后他又是华裔的老板，对，听说，嗯，对，他的身价现在有18亿。好，黄晓明真的非常帅。哎，你有看他刚刚的下巴？就我们昨天在讲那个，就是有这里有个缝这样。简称屁股下巴。哎，你觉得帅吗？你喜欢这种吗？我不会特别。哎，你喜欢王小明这种吗？肌肉型的，还蛮喜欢的、啊。蛮喜欢的。嗯，谁不喜欢他、啊？你这样讲，我们文伟怎么办呢？他也喜欢啊。他也喜欢是吧？王小明喜欢吗？你看，对。他好听你的话、哦。OK， 好，接下来看到这个新闻呢，这不是用讲的，要用唱的。汉、嗯、娜，他又出现在苹果娱乐新闻。走音了。是谁？汉娜。刚刚问他说：“哎，这个会带他去夜市吗？”然后他讲：“嗯、夜市，夜市。”我也说 ：“Yes。”我也说：“对对对，我会带他去。”原来听错了， yes. 对。但这是代言高雄，希望大家可以去高雄玩了哈、哦。好，下一段回来了，各位，请拿起你的手机，因为待会就要开放口音，送出台北曼谷来回机票喽。是的，等一下呢，还有最近呢，不是最近一直风靡全球的小贾斯汀，他新的 MV 出炉了。不过呢，他居然被打成猪头，你讲完了没有？还没。等一下回来。好，欢迎回到苹果娱乐新闻。是的，想要看我们的袁爱飞呢，她的师孙秀，而且呢，她在石怀岛大解放的精彩实录，就要锁定我们这礼拜苹果娱乐一周。真的，她大解放，而且整个肩膀都弹出来了。哎，你很坏耶！没有啊，爱飞非常的性感，对不对？但是她要送给是大家是什么东西啊？对，她从石怀岛带来的礼物，而且呢，只要到脸书预测我们这周的冠军新闻，就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是一个菜瓜，然后这是一个舞龙舞狮。
吊饰，手机吊饰、很可爱的吊饰。然后你手上就是，对，我手上就是沐浴盐泡澡用的。OK， 好，那来跟大家讲一下，从九月一号开始呢，苹果娱乐新闻还有苹果娱乐一周会在一电视综合台以及在这个一电视的官网呢，官网是 live 播出哦，大家可以详细可以去查询一下，然后可以上我们的 Facebook 或打电话到一电视来都可以问到哦。好，大家。你干嘛开心？是我刚刚有念错吗？石环岛啊，石原岛，石原岛。对，那刚才一直跟我说石环岛。从头到尾没有人跟你讲话。真的哟，好，算了算了。好好好，没有啦，那个都更正一下好不好？石原岛，好不好？只要花十块钱就可以去哦。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直击好莱坞，因为待会就要 call in 送给大家那机票了。是的。但先来看一下好莱坞发生什么事。小贾斯汀的新 MV 新歌新 MV 呢，听说被打成猪头。啊？怎么了？听说猪头也蛮帅的，很严重吗？哎，我觉得很酷哎！你看那个 VMA 啊，那个 Video Music Award 就是音乐大奖 MTV 的，从以前是老贾斯汀每年都会去的，而且大家都变老，就 Justin Timberlake 大家都很爱他，然后他现在变小贾斯汀接班呢。对，所以一定要贾斯汀才会红吗？之后就会迷你斯汀，贾斯汀拍起来都特别好看吗？跳舞都特别厉害，李宗瑞叫贾斯汀啊。啊，这我们就不要再多讲了，好不好？对对对，然后接下来看下一则新闻。下一则呢是马修·莫康纳，他为了新片暴瘦，就是要拼奥斯卡。好，希望他可以获得影帝。但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时刻，就是我们要 call out 送出呢我们的台北曼谷来回机票，来回机票，来回，你是泰国人，我泰国人，来回机票，萨瓦迪卡。电话呢就是0227965557，还有0227965558。是，那跟大家讲一下，我手上的 Combin 卡有五个颜色，红、黑、黄、绿、蓝，放在里面呢，各位。有三个是机票，三个机会是机票，另外两个是什么呢？嗯哼，就是我们的签名球。你干嘛讲的？你干嘛？你们干嘛？因为大家很失望，我们的签名球你们不想要吗？想。哇，好感动啊！真的，我给他们一个好听的歌曲。是的，但是最后三天。啊，对，放错，今天慢慢不在哈，还是你要换黄金轮吧，好，没关系，重点是呢，赶快打电话，但要讲一下通关密语是，是苹果娱乐庆周年最后三天太豪礼，记得、哦、记得吗？好不好？记得吗？加油，我们现在接电话喽，开始 ，Hello， 第一通，你好，喂，你好，请说通关密语，苹果娱乐庆周年，三。二，那个最后三天抢好礼啊！错，不好意思 bye bye, ，I'm so sorry， 好像错了一个字哦。接下来下一位 ，Hello， 你好，请说通关密语。苹果娱乐庆周年，最后三天太好礼，他答对了吗？答对了吗？答对了。好，这时候来，请选择一个颜色。是的 ，Lucky 色，黄色，黄色，各位。就是交给你了，好，恭喜你可以获得的是，哦哦咦，哦，哎，不赖啊，好了，这个也不错啦。你给我刚才露出了什么表情？我等一下拿你签名球，我就直接吐我给你看。好了，希望你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好不好？对，电话不要挂哦，可以吗？可以 ，OK OK， 谢谢你，拜拜。电话不要挂哦。好，接下来下一位。Hello， 来，请说通关密语。苹果娱乐庆周年最后三日送好礼吗？哦，拜拜，错了一个字。不好意思，好。今天呢非常可惜，我们倒数第三张机票呢、没有送出去。真的，我们还有好多颜色没有开。真的，好啦，不过刚刚有抽到我们那个签名球的那个，希望可以继续支持我们，明天继续来 call in 好不好？好，那先休息一下呢，刚刚 call in 完之后太累了，真的，喝杯水，待会回来呢有 CN Blue 哦。还有我们最近很红的赛，他骑马舞风靡到布兰妮喽。Oppa Gangnam Style。今天的 Live 大头条，今晚抢先报，欢迎回到苹果娱乐新闻。哎，突然一个人坐在这里，好奇怪哦！怎样？怎样？
你在乱摸什么？自己在摸你。他到了另外一个现场了。那现在呢，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如果呢你还没有下载我们苹果娱乐新闻的 APP，嗯，你就逊掉啦！因为呢，我们里面有很多即时新闻，还有追星的消息。然后呢，目前已经送出两周的好礼，现在最后一周我们要送出大礼，就是 New iPad。想不想要？想。有download APP 吗？有。是，我要教一下大家要怎么用。你知道，到我们的e-电视，然后一活动点进去，有没有？然后点进去，哎，一活动。然后呢？哎，刚好你看，刚刚那张照片要看一下，这个是那个《恶男日记》，我正在拍的戏，好不好？我让你打广告，大家到时候多多支持一下。然后嘞，到这个点进去。好的，然后一直往下拉，就会到。我们的得奖名单按进去、对，就可以看第一周跟第二周的得奖名单，你可以自己上去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得奖，然后呢赶快把握最后的机会，因为我们即将要送出 New iPad 了。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已经一个礼拜把礼物都送出去了，对不对？对对对，现在剩最后一周。是，所以刚刚你们有讲到说有 download APP 苹果娱乐新闻，有吗？有。你觉得那个功能好不好用？很方便，想要看谁，麦克风，想要看谁的资讯、都可以从苹果娱乐新闻 APP 里面找到。但重点是你有叫你的朋友download吗？有没有？有没有？有。有比你妈妈、爷爷、叔叔、阿姨都download吗？朋友都有。朋友都有。哇，我想说，如果爷爷也download的话，爷爷也用 iPhone 了。好，但是今天呢，其实有很多 fans 来到现场了，他们都是我们苹果娱乐新闻最忠实的 fans 来到现场。但我要问一件事，之前呢，因为我们最近在送台北曼谷来回机票。听说我们今天来了1、2、3、4、5、6位哦，其中就有两位有冲中机票过，哪两位？请问是谁？你是哪一天抽到的？上个礼拜五。上个礼拜五你呢？我是礼拜一。礼拜一抽到的，那你有很认真打电话是不是？就一直守在电视机前面。有，每天都打，每天都打。你也是吗？对啊。是，而且刚刚这位朋友呢，他也有得到这个，就是我们的机票嘛。你是从哪里来的？来，麦克风给他。台中后里。后里，后里怎么上来啊？走路啊、哦，坐车啊。走路，你这怎么乱主持的？走路嘞？不是，我是跟你说走路啊，但是坐车啊。是，那所以这个要继续支持苹果娱乐新闻，回去要download APP 之外，叫后里的人都要看苹果娱乐新闻，好不好？没错，还有要全部都要那个锁定我们的节目。对，你最喜欢主持人是谁？谁呀、啊？哇！哎、欸，你就坐在人家旁边，还不给一点表示？对，我有给他压力，我后面有偷偷捏他人吗？谁？好，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忠实 fans， 那一定知道我们有很多单元啊。接下来下一个单元是韩风来袭，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头条赛呢，到底骑马舞有多红？讲话好像明星连小伟，欢迎回到苹果娱乐新闻。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送出《女人三十又怎样》的电影票，十组20张，题目是。就是我们今天新闻当中哪三位巨星跟我们苹果娱乐新闻一样8月29号生日呢？对，然后把正确答案还有正确 email 呢传到小编开的文章框中呢，我们待会节目最后就会抽出来到底谁获得电影票，好不好？但是呢，今天非常开心，因为有很多人来到现场，然后谢谢你们一年来的支持。Thank you。对，我们准备了一个蛋糕，因为今天是苹果娱乐新闻1周年的生日，我们一岁了。是，来，我要来准备那个了哈，是不是？哎，我打火机哦，在这。你不用吓人。好，先点起来。1岁了，我好年轻哦！来，祝你生日快乐！祝苹果娱乐新闻生日快乐！祝苹果娱乐新闻生日快乐！祝苹果娱乐新闻生日快乐！许愿啊，许愿啊！第一个，希望我们可以收视长虹。可以之后切2岁、3岁、4岁、5岁之后更多岁的生日。对，很多年的生日。第三个，赶快幸福，赶快交男朋友。哦耶，谢谢。好，切蛋糕，切蛋糕。哇，这苹果。哎，要先吹。啊！生日快乐！我们非常非常的贴心，因为呢，今天
来到现场支持我们，然后陪我们 live。又从后里来的那么远。讲真的，第一次 live 有没有觉得很开心？这样子有没有？超开心的。现在要更开心了，因为呢，这里有礼物要让你们来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呢，有这个礼物要送给大家。我们直接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来，大家可以挑礼物，来，不要害羞哈、哦，看你们想要哪一个。除了蛋糕之外，其他都可以拿哈、哦。对，自己挑，挑。好，可以拿，来。拿好不离手。对，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呢，可以把里面的东西拆开，因为呢，原来的内容是这样，但是有一盒是特别有 surprise 的，请猜礼物。可以猜，是谁的？看一下盖子上有写什么东西。看一下盖子上。怎么了？你怎么了？大声念出来！大声念出来！苹果娱乐新闻，欢庆一周岁，八月天天送来回机票，台北曼谷七日机票兑换凭证。恭喜你！两张了耶！天哪，你要跟谁一起去？爸爸，爸爸，哇，天哪，太感人了，好贴心哦。是，哎，相较旁边的，怎么会眼泪快流下来了？好啦，但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支持苹果娱乐新闻。跟大家讲一下，从9月1号开始呢，一电综合台会播出之外呢，也会在一电视的官网播出娱乐一周娱乐新闻，希望大家都要多多支持，好不好？对，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谢谢你们。然后今天有讲到郑宏的新闻呢，待会脸书会 po 给大家。明天见，拜拜。